罗岗电力幼儿园伫咧图书艺文中心举办为期一礼拜的毕业班主题成果展，一同来去玩。内容有这干妈店啊、阿公阿妈的铜碗、甲蔬菜农场等等，拢是这个大班的囡仔真心的创作。幼儿园的小朋友是甲管理员吴仲元介绍因的面包店。来，这是什么面包？草莓吐司，这个是你做的？是哦，好厉害哦！咱拄只我安尼参观过来吼，啊，看到真侪小朋友的创意吼，做了拢非常好，啊，有握寿司吼，啊，有咱这个面包车吼，啊，这个面包呢做了拢非常的成，非常的好吼，看起来就是敢那足好食的种感觉呢。另外一头，阁有小朋友向代表张雅琴介绍因的寿司店，好食的寿司。鱼卵寿司。鱼卵哦，这个用什么做的？怎么那么可爱啊？吸管还有卫生纸跟一个黑色的色子做的。哇，你好棒哦！那你做的在哪边？这边。这边啊。哇，这是御帆团，对不对？哇，好可爱，好像可以拿下来。透过台湾趣味的主题课程，提升囡仔美术创意能力，也来看到每一位幼儿拢是小小艺术家。鹿港镇哦，幼儿园哦，到了这个凤凰六月的时候哈，也是一个毕业季节。那这次我们这里幼儿园在我们这个图书艺文中心来做一个静态一个成果展，可以展现说啊，这个小朋友的一个创作。那这次的主题是一同来去玩。那主要是呈现就同心同趣同玩的一个部分，那呈现说师生的那种呈现的一个作品那种氛围跟小朋友的那种互动，那呢透过这个呈现的一个展览，能够让小朋友跟师生那种感情，就知道说他们在这边学习的一些成果，那也邀请咱所有乡亲的朋友哦，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个观赏。鹿港电力幼儿园静态毕业成果展，目前正在鹿港图书艺文中心展出，到六月23号，欢迎民众来参观。一挂囡仔兄、囡仔姊的人生当中，头一回创意美术作品。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